像布朗尼那种，用布朗尼起的，都是那种拿破仑的那个巧克力。走了走了，真走了，他们在顺风都上去了。啊，可是我快点啊，上班但是人啊，你自己来吧。我先过去了，不是因为我不知道，我先过去了，不打扰你们。快点快点，干完他，干完他走了。玩这个？好玩？不好玩。太大了。一口气塞进去，这谁说的话？啊？嗯，好说。是吧？嗯。会被电吗？王瑞琪和云姐。云姐啊？啊？没反应啊，这是什么？我们俩会被落在这儿的，很紧急。